他高中毕业，以前不是太听话。还好啊。看到妈妈今天那么多叔叔阿姨来，知道妈妈很红吧？张清芳17岁帅儿，傲娇压轴，台中都嘴 A 来 A 去。他放弃了我哈，没眼光啊。歌坛东方不败张清芳暌违8年重返小巨蛋，除了有嘉宾大平台瘦子 Ella、 刘若英、卢广仲，就连台下的姜蕙也开了金口唱 gay 哦。亮点呢还有张清芳的17岁儿子 Nathan 压轴登场。大家好，跟大家都那么多人呢、啊？嗯，哇，要上面也有人嘞。对呀、啊。今年他高中毕业，以前不是太听话。还好啊。看到妈妈今天那么多叔叔阿姨来，知道妈妈很红吧？叔叔阿姨。以后乖一点。听妈的话，不要以为自己很棒。自己很棒啊。好、哦，他很有自信啊。还好啊，还好。嗨，我的心肝。可以的话，还是稍微笑一下啊，弟弟。方便的话，啊，方便。张清芳透露，因为儿子高中毕业，2个月后即将赴美留学，希望将这场演唱会当作儿子上大学的礼物哦。做妈的很难得可以跟儿子一起唱歌，尤其是在小巨蛋，这一辈子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再一次。你儿子的声音这么好啊，会不会想要让出个单曲？不行不行，他还是要去念书，把书念好。可是大家都觉得他真的很有，就是一个天分，而且台风非常的稳的人很多，很帅耶，很帅，幸好出道了。会不会担心他去美国太早交女朋友啊？所以说我要有信仰，有信仰你就不怕。所以没有性爱力，你觉得有用吗？你会教他做些做法？他都迟到，每一次彩排都迟到，你觉得他会听我的话吗？我的不在意，别看这不安全，因为在看你啊，让我爬到女明星。我藏不住，我藏不住，担心被别人注意，本藏不住，我藏不住，担心被别人注意。我是不是太离开你，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，是不是该离开你，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认识你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，感觉上却好像是早已和你熟悉。而且奶茶也跟我讲说他以后会有另外的工作。你说我适合演什么？黑社会女人。嗨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巴上单碧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
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